次介绍的仲伟灯。呢部 Paddock Sport 是一个便携式的 UV 杀菌器嚟噶，开着咗之后等十秒，佢就会发出紫外光，将佢摆喺鞋、手套或者背囊等等物品入边，只需要十分钟咋，就可以即时消灭 99.9% 嘅细菌以及真菌，抑制微生物增生之外，仲可以防臭噶。等我影低佢问下屋企人要唔要先。用我呢部未足15英啦，配备咗1200万像素加2000万像素远摄镜头，虽然定位咧就系中介机，但系佢都用咗 Sony IMX380感光元件，夜间拍摄嘅能力非常强大噶。另外佢亦都有相当唔错嘅景深效果，成系玩佢嘅相机啊，都够抵啦。感觉上个 mon 都几大喎，未足15，配备咗5.46寸 Super AMOLED 屏幕，加上採用了左右超窄边框设计，细机人都一样可以拥有大 mon 的体验。而我呢最喜欢就是它的单手操控功能，只要在侧边的话就可以揀到你想开的 app 的，加上拥有指纹识别功能，几乎单手就做到所有东西的了，手细的你啊，企得入手了。